我说你已经做错这个事情，你前面再怎么样都是不对。就像可能擦撞你不是错的那一方，但是你动手就是千刀万剐，你就是错。那他喝醉酒闯这个祸，他要面对司法给他的审判。那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去，对，因为 我也是身为父母，我们也心力交瘁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我们做错事负责任，那是基本的态度，但是我刚刚讲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么恶劣。我们在这边十几年，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对社会的企业回馈的工作，我们没有断掉，所有包括弱势团体、公益团体、慈善团体、捐发票、捐血、偏乡的儿童捐助、寺庙的捐助，我们从来没有停过。